这个真跟假怎么个说法呢？啊，什么样才叫真？什么样才叫假呢？佛法里头，无常是假，真常就是真的。设法界里面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有变化的。啊，诸位想想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看到哪一样东西没有变化？啊，我们这个身体，诸位都知道啊，有生老病死啊。啊，老化了。怎么样老化了？一年比一年老。啊，50岁以上的人就非常明显了。50岁之前还懵懵懂懂的，没有留意到这个事情。50以上啊，感觉到哎呀，老化了。60岁之后就非常明显了。一年比一年老啊。其实你还没有觉悟到啊，一月比一月老，再跟你讲呢，是一天比一天老啊，再跟你说真的呢，是每一秒钟都在老化，这叫无常啊。啊，人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了，你看动物变不变化，花草树木植物变不变化，山河大地有没有变化，都是在变化。这在佛法里的八苦里叫行苦。啊，这无蕴里头受想行识，这叫行。行就是什么？不住，它停不住。